家好，请掀开经本，十善业道经第十六面第一行，念处庄严故，善能修习四念处观。这是三十七道品的第一段啊，道品总共有七科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七个段落啊，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气绝之八正道啊，分为这七个段落。这七个段落呢，是完整的佛法啊，也可以说，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总不出这七类。佛经的术语叫七科啊，这科是科目啊，这七个科目就包括进了。每一科目里面的内容都是深广无际啊，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看作小乘。天台大师用藏通别圆四教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每一科里面都有藏通别圆啊，由此可知它包括净土啊。第一科就是念处啊，我过去讲这些经文跟古人呢说法稍稍有一点不一样，那好懂啊。这个四念处啊，就是我们常讲的看破啊，看得破。四神足啊，就是放得下。四正勤呢，是断恶修善。诸位从这个观点上去体会，就不难懂得他的意思。看破放下贯穿全部的佛法，我们凡夫为什么会有这些深重的烦恼习气，这些根本的原因就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念处帮助我们明了啊，教给我们怎么样看宇宙人生。佛在此地把它归纳为四个项目。第一个是观身不净，第二个是观受是苦，第三观心无常，第四个是观法无我。这个观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人生观、宇宙观，你对于人生宇宙的看法，你是不是真正看到它的真相了？凡夫最严重的就执着这个身啊，
爱惜这个身，对这个身呢起了贪爱的执着，这个执着的根太深了，要知道这个执着就是六道轮回的根，轮回从哪来，就是从这来的。你要把这桩事情看清楚了，把这个身见放下了，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绝对不是事实，它是个幻象。《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呢，那是一点都不错。哪一个人有执着，哪一个人现这个相。所以哪一个人放下这个执着呢，这个现象对他讲就没有了。由此可知啊，这个境界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每一个人都现出这个现象。世尊在楞严会上把这个现象称作同分见妄，见是见解，妄是虚妄，同分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虽是共同的还是个人是个人的，譬如我们今天这个讲堂，这个讲堂很明亮，有集市盏灯照的，这个集市盏灯光照的，这叫同分见妄，其实每一盏灯的这个灯光的时候也各个不相关，好像这个光光交融在一起，实际上还是各是各的，你灭掉一盏灯，这盏灯的光就没有了，它并没有妨碍别的，诸位从这个地方细细去体会，所以个人是个人的境界，个人是个人的天地，个人是个人的宇宙，可以说个个不相同，也可以说个个有密切的关联，这里头的事实真相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呀，所以不能说同也不能说不同，像这个灯光一样，你不能说它不交融，那即使沾灯光它确实是交融在一起，你也不能说真的交融，真将它熄掉一盏，它灯这一盏灯光就没有了，所以佛法里头说明事实真相啊，常讲非一非异呀，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不一呀，这是事实真相，不是一个含糊搪塞的话，确确实实是真相。我们今天堕落在六道轮回，你明白事实真相，与什么人都不相干。完全是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制造出来这个现象。这个道理要懂啊。你要不了解，你就很难超越。为什么呢？佛在经上苦口婆心劝导你的这些话，你疑惑，你不能肯定的相信。你还是坚固执着你的成见。这个成见我们叫我见呐。我们被这个害了，害得太惨了，所以佛在此地用这种圆满智慧高度的方便，叫我们看身，观身不净，什么是身呢？
狭义的身是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广义的身所有一切的物体，只要有体我们就叫它做身。啊，无论是自身，无论是一切物体，都是不净的。啊，那么佛在经上为我们分析，啊，我们身体这个物质身体的构造不清净的。最明显最简易的观察，你看我们这个所谓七窍排泄出来是什么，它从内部排泄出来的。七窍之外更微细的毛细孔，毛细孔所排出来的，我们现在人称它叫尿素啊。啊，说明我们里面没有一样是清净的。啊，所以古人讲啊，这个肉皮啊，这皮带啊，皮带装的什么脓血、便粪，装的是这些东西啊。对这个东西过分的执着贪爱错了啊！古德形容这个身体臭皮囊啊，啊，从我们身上散发的气味不好闻呐，啊，烦恼越重的气味就越难闻，啊，烦恼轻的比较好一点。身心清净的人，他气味是香的。啊，我在早年，好像是1977年头一次到香港讲经，啊，香港那边同修告诉我。虚云老和尚到香港住了一个多月，啊，那个时候中国大陆解放之后，啊，香港那边的佛弟子希望虚老和尚啊常住香港，给他造了一个精舍，我也去参观过。啊，老和尚住了一个月，说香港这个地方不能住，这是花花世界，不适合修行，啊，这就回到祖国去了。啊，那个时候他老人家100多岁了，啊，那么许多人都晓得老和尚一年剃一次头，啊，大概也是一年洗一次澡，不洗澡的，啊，身上的衣服啊破破烂烂，林子上油垢得很厚，啊，他不洗澡嘛，那林子上的看着很脏啊，哎，可是味道是清香的，哎，它是很好闻，啊，我们3天不洗澡，这个林子上就臭的就难闻了，人家就远远就躲开了，啊，从这个地方看呢，人家心清净。心清净，身就清净，啊，他那个气味就不一样啊。啊，那虚老和尚这是个修行人，有修行功夫比他更高的，那看到他的气味就难闻了，这一定道理吗？由此可知，
公恨的前身呢、确确实实改变了我们这个身心的组织结构啊。这个正是佛在本经前面所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因此我们就体会到佛为什么教菩萨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了。我们要修成自己真正是金刚不坏身，在这个世间难，太难太难了，往生极乐世界就容易了。生到极乐世界，每一个人的色身都是自摸真金色身，这是佛对我们的大慈大悲大恩大德啊！不是佛给我们说明，我们怎么会知道啊？而且这一个法门难信易修啊！成就无比的殊胜，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普度众生，这第一法门所以一切诸佛没有不赞叹，没有不弘扬。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今天接受到这个法门，这一生能不能成就，就看你能不能看破放下。你要不能看破不能放下你这一生只可以说给阿弥陀佛西方世界借个善缘这一生是去不了的想在这一生决定往生，必须看破，必须放下。为什么放不下呢？没看清楚。真正看清楚了，没有不肯放下的。为什么放下就自在了？放下真快乐。放下就入佛境界我们还是坚固的执着凡夫境界所以放下我执就是放下六道轮回这个是第一条叫我们观身这个身不是个清净的东西不必过分的去执着爱护但是也不许可任意去糟蹋，你要糟蹋那也是过失，也是错误怎么样呢？随缘呢这个就对了必须是借假修真这个身是假象我们要借这个假象去修真实的对自己往生净土利用这个身体认真努力念佛除念佛之外统统放下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就对了。啊，事出世间法都不要放在心上。啊，为什么呢？出世间法也不是真实的。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佛法因缘生，凡是因缘生法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啊，所以金刚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连佛法都不放在心上，何况其他的。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我们今天没有入佛境界，就一切放下，单单执着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执持名号。啊，执就是很执着，持是保持，绝不失掉。啊，我们要靠这句佛号往生净土。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执持名号也放下了。啊，没有到达不能放下，到达之后啊就可以放下。啊，像你这个乘车一样，上车买一张票，这个阿弥陀佛执持名号就这张票，啊，到达了票还给票房，啊，他就收回去了。啊，除此之外什么都要放下，这就正确了，就对了。一定要认识清楚。啊，第二呢，观受是苦。啊，受是我们的享受。啊，再说得贴切一点，我们的感受。啊，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必须晓得我们所受的接受的通通是苦，决定没有乐。啊，这个苦佛在经上通常用三苦八苦来为我们说明事实真相。啊，三苦里面第一个苦苦，第二个坏苦，第三个行苦。八苦啊，实际上就是三苦的头一条，苦苦。啊，苦苦讲了八种。啊，苦苦啊，下面这个苦是名词，上面这个苦啊是动词，是形容词。啊，苦苦里面，这是一切众生不能避免的生老病死，这叫四苦啊，谁都不能避免的。啊，你做到皇帝，你也没有办法避免生老病死。啊，你贫贱是个乞丐，你也不能避免生老病死。啊，生之苦我们忘掉了，但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定要知道。啊，为什么呢？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还去投胎，投胎不又有生吗？啊，老苦病苦，这个我们亲身都能体验到啊！啊，自己虽然年轻，看看老人，尤其看看现代社会的老人，啊，儿孙孝顺的太少了，儿孙能够照顾老人的现在越来越稀有了，
啊，老人可怜呐、啊，老人要受这个果报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一代没有照顾上一代，我们造的因不善呢，那下一代还能照顾我们这一代吗？这因缘果报嘛。啊，我们没有孝顺父母，要叫父母孝顺我们，哪有这个道理？啊，这个儿女孝顺我，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现在人造作的就是不善因，啊，果报啊，我们推想当中啊，决定不施善的果报。啊，所以现在社会，啊，政府负责养老。啊，世界许多先进国家，啊，都有退休养老的制度。啊，这个制度有一些国家做得很不错，啊，我们也看过很多。啊，要距离尽善尽美，那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阶段。好，今天就讲到此。